其實咧，有少少自己身體上係想講咁長嘅，短短地。咁我諗好多人都知道我同屋企關係好密切嘅啦。我同屋企住，由細到大都喺屋企照顧我。咁我記得大概喺零二年嗰陣，咁我就喺台灣度做緊嘢。有一日就突然之間收到一個消息，就係、是我爸爸喺北京度喺一個酒店房裡面嘅廁所，突然之間中咗風，咁都嚴重嘅一個情況。咁當佢哋打電話過嚟台灣俾我嘅時候，我好震驚啦，都有少少不知所措。咁喺第二日我就飛咗去北京度睇佢。我好記得成條飛機裡面，我個思想好混亂，我有好多唔同嘅念頭出咗嚟，但係更多係嚟自一啲負面嘅想法，一啲好恐怖嘅想法。咁喺嗰次之後，我就體會到一樣嘢，原來屋企人喺我心裡面係佔一個咁重要、咁重要、咁重要係無可取代嘅地位。咁幸好我爸爸冇事。咁但係經過嗰次之後，我知道其實我心裡面每一個屋企人對我嚟講都好緊要。如果突然之間會失去咗任何一個屋企人，我諗我嘅生命或者我嘅生活將會係變得好寂寞。